在中路上抓一波，这个有眼 ，Scout 要不要一闪？一闪加，辅助闪呢？咬住 ，Q 还封底闪现的位置，他这个 Q， 哇哇，勾没勾到？哎，左手不叫闪，他可能以为 Scout 也要硬骗他闪，有没有可能？但是我觉得怎么样都要叫闪啊，这个。在赌吗？他主要是左边眼看到鳄鱼了呀，上不上月？但是后面有他的六级啊，防塔了，三六就没杀，三六就要倒了，哇，这金刀爆炸，鸡二比零的吗？金刀，金刀现在越来越急啊，很着急。哎，三六九的经验比这个刺客还高一点的，被勾了，刺客有大召回来吗？密星召闪现，召回来了，召回来，密星要倒了，密星死了呀，密星死了，卡拉比摸眼过来，卡拉比敢操作吗？不敢操作吧，他在闪现，哇，卡拉比，卡拉比这个位置，路人要倒了呀，我操，左手满血，不敢操作吗？为什么？哎，左手，哎，他减速了，他交闪了呀，我不能交闪。哎呀，他那一步就这么想的，我跟你说可能上一步可能就这么想的，他一定骗我的闪，被死卡的骗了，这一波是真在骗，好烦啊！哎，这个阶梯能打完吗？打完了，打完了人能走，打完走，打完走，京东直接走，溜了溜了，头都不回，直接走，溜了溜了溜了。但是京东这三个人，上面三个人不想走吗？开大招了，鳄鱼开大留不住人，留不住人。哟，这样的话 ，LNG 好亏啊！这一波，这波有点亏，主要是斯高都踢过来了，而且这波吃完线，泽利还可以去笑的吃笑的先。斯卡有点装，哎，斯卡这个位置有点装逼啊！斯卡，斯卡这很明显啊！斯卡年轻了呀，肯定死了这个位置啊！不是，哦、这个位置很明显，奈特都往前走了，卖的这么明显了，还是年轻了。这波鳄鱼死了之后有点断节奏了，啊，这个中塔李宁是想推吗？但是李宁没有先锋，先锋在别人那边。Light 跟三六九这波杀完有点起飞了，打回来了，而且露了个有精华，露了个完全不怕被流啊，露了个开刀往前顶，露了个闪二到三吧，露了个卡拉比到后了，卡拉比但是没有闪现啊，不敢。我说这波上路一塔跟上路二塔全吃了，上路一塔单吃600块钱，加上这波阴线，上路那个塔也吃了，而且那上路塔好像是一血塔对吧？哎，勾到，但是奥恩烧不掉，11000血的那个龙。这一波左手巨猛啊，两件套了，营业出来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波团李宁是不能接的，除非他们能秒掉左手，但是左手很难秒啊。左边有露露，有奥恩，有瞎子。哎，露了个这个位置过来被刺客打了，但是无所谓啊。39已经残了。三六九是被白打了，三六九。勾到了。六九哥，哇，这样的话露露又被勾到了，又被勾，勾了三次，三连勾啊。LP 飞轮要没了，喂，被炸了！这个 Scout 大招，我操！卡拉维，小龙也没了，小龙也没了，他这个他这大招有点歪了，只能这样放吗？刚三六九，他被那个酒桶炸了呀！酒桶炸了，所以只能这样放是吧？对对对，他酒桶击飞了一下。我操，好像连续过了三次三六九啊！这三六九的问题还是说，可以，那就先打个假的活子偷钱着火，然后现在是酒桶没、哦、没到。三六九的 TP， 这样队友要点打呀，不点打的话，三六九死了。三六九又被勾了，三六九没了吗？这个队友不点打的话，三六九肯定要死了呀。对，不敢点。说实话，这波不能怪三六九。对，因为右边猴子、鳄鱼、九哥也没打，五个都没打，为什么不敢点啊？九哥这波死了，巨生气，估计状态不是很好。但第二把这把泽利其实选出来有效果，装备也很好。对，卡拉维很凶，被勾到了。又被勾了吗？但卡拉比这个位置又交闪了，斯卡闪现咬，闪现咬，想杀卡拉维。斯卡这个位置，哇，斯卡炸，炸了两个，左手地上已经被秒了，哇，左手，那行也是闪现了，露娜还在说说，不好说的，不好说，我操，露娜，露娜，就是在看露娜，我操，然后被叫闪现想操作吗？然后被这个位置，露娜个露娜个双杀，露娜，哇，露娜太肿了吧，他也，我说吧。左手发育的很好，踢下来被秒，但是呢，他左手死之前还是换了一个他斩。那说实话，左手真的他这个发挥对不起他这个装备，真的，真的对不起他的装备。这把说实话，我不是尬黑啊，他这把表现很差的。对，那个小龙团真的是，他100%冷 C 的团。他打这种厉害的中单都这样感觉。哎 ，Scout 没闪现，这个位置 Scout 要死了。石膏也送了这波，嗯，把这个全血动了，有精神，放眼放眼放眼，京东放眼放的好，死了，石膏都死了，杀，
这个过道的背过的是卡拉比的瞎子，这里有个包着果实，果子哥 Q 过去，过到了，长压 A 吗 ？A 不到啊，这个位置，卡拉瞎子在包着果实上面，又有个包着果实吗？也全都是包着果实，果子哥又来了，二 P 没闪现，他有狂风吗？狂风夺了整体的 W， 三六九还在追，哇，闪现闪现，三六九一个人扛三个，三六九倒了吗？六九哥倒了，他站这个位置还在追，撸了，撸了，我操，追不上这个位置，不好追，不好追。这个怎么死的是三六九？龙魂团，这里猴子没大的，没有状态呀。但这个状态还行，这个满血。不是，他们小不上路。哎，左手被定了，左手。左手又要死了吗？怎么又是你？左手每次到这种比赛关键比赛就这样。主要是他被开始被二被刘斯 Q 到那个经过那个枪。说实话，看了这几年了，我已经习惯了左手。是吗？太多了这种。他这个。他就这样大龙没了呀，这关键的团还是说京东这波有想法呀，但是露露没有双刀没有刀的，这过去就白给，感觉大龙要让了，大龙没了呀，我操，本来这波左手不死的话，大龙是他们京东有机会打的，京东像是强势期，露露还把蓝 buff 吃了，这波不吃的话跟李宁过来要抢这个蓝 buff， 这个大龙真的是有点白给呀，左手、哎、来了，闪开这个行，行有闪，行被留住了吧，他在这个位置没闪现，露露还在输出，露露有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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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露露还在输出，露露表，露露哥，我操，表没开出来吗？靠，输打露露哥，大不对，他输出了吗？要死了 ，Scout 没闪现 ，Scout 也是一闪的，刚才死了。这个鳄鱼要撞鳄鱼的，鳄鱼是有闪现的，鳄鱼长跑吗？第二段也还有啊，但是被现在推了，死了。露露吸板，从他这里吸板，他输出了吗？虽然说死了，露露，那他这波就打的推。大招还在呢，露露真得靠露露。导播妈也真搞，干这么短打完还给左手镜头，我操！导播也知道，哎，哎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不知道。哎呀，先要推，我操！我操！大招，大招了，哎啊！哦 ，Net， 你在干什么？又好推，死了呀，还是死了？被小兵 A 死了吗？交闪了吗呀？对抗！哎，交闪！哇，完了！我这左手已经乱了，真乱了！他心乱，他百分之百心乱，这看得出来太明显了。对，想绕后啊 ，Scout 啊 ，Scout 王九筒想绕后，他有闪现，想开那个左手吗？这个位置，哎、没被发现，没被发现、哎。左手这个位置就很危险啊！左手，左手，哦，推了一个，秒了吗？我操！我操！左手一个洗白了，一闪现啊！左手开大就行，开大就行，左手开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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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操！炸出来了，左手洗白了，一公子哈。这波把胡子杀了，再杀了 LP， 这波直接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恭喜京东！但这把 MVP 还是露了哥的 MVP。你看，左手虽然说十五一万波，但只需要打好一波就对，打好新来的这个英雄就是这样的呀，打好一波就赢了，爆发伤害就这么高。只需要打他斩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，他斩就是打那个好像是 W Q 一 W W Q 吧，嗯，就是大招都没放 ，Q 一 W W Q 就死，可以。而且他想守守不了了，把兵器清了，好、哦，嗯、啊，后面还有兵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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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死之前把大招给了 LP， 很关键，哇，真的是失误，一直失误，只要打一波就赢了，我靠！主要是这把露露玩得很好，如果不是那一波的露露的话，这把京东早就结束了，早就被一波了。但我觉得行这把是尽力了，这个锤石玩得很好，行的锤石招牌解那个锤石。有人说道歉，如果这把输了，他要给队友道歉。你们说我给他道歉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前面我们两个。